谢谢。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我们的学唱英文歌公益活动。学唱英文歌是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的。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成立于5年前，在这5年内，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在此呢，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那么现在呢，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我们学唱英文歌的公益活动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相信来的很多朋友都是老朋友、老学友了。这个学唱英文歌呢，是由叶子老师、秋风老师和玛丽老师3位老师组成的一个小团队。这个团队他们的无论从教学、从备课、从内容各个方方面面，都深受我们大家的欢迎。那么我这里呢就不多占用大家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叶子老师来为我们做首先第一个出场，做一个丰富生动多彩的一个英文歌的一个开场教学活动，有请叶子老师。谢谢。学唱英文歌的课堂，刚才徐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下预热，因为过了2月份以后，这种年味就来了。那么，所以呢，就是用这个我们 Happy New Year 和大家一起，就是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即将到来。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暖暖身，请老师聚下焦，聚下焦。好的，我们一起伸伸胳膊，甩甩手。我们说唱歌要放松，对不对？放松，我们以前也学了几次，又健身又练嗓子。下面我们一起来，还是敲敲我们的穴位，中府云门，中府云门，闭目。开始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练了啊，把这个嗓子预热一下，否则突然一下拉，容易拉坏。再来，咪嘛嘛嘛嘛，你我看我也是刚刚开嗓啊，都是嘛。好的，我们以前学了一个绿芽，来，大家一起来，绿芽。把喉咙打开，像打哈欠的，OK。那么既然我说了，咱们马上就要过新年了，我今天想了一个用咱们中国的这个吉祥的这些字来帮我们练声。第一个字我选的是一个吉祥如意。那么下面怎么用这个呢？趣味是最好的老师。那么我们一起来活动一下这个吉啊。首先我们来走音阶，大家以前我们练过哈，来从哆开始啊，哆瑞咪发嗦拉提，来，我们用这个字。爬音阶啊，吸气，吉
啊，来预备起。再来一遍，稍微快一点的啊。起。第二个字我想送给大家的是福，福 lucky。 那么这里呢是福寿安康，把这个字献给大家。那么这个字呢我们练纯音，纯音啊。好，我们来练一下啊。 吸气啊，吸气。佛佛佛，跟我唱，佛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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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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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唱歌，我们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本身就是图一个乐。那么正好是过年，并不一定非要选一些民歌才来练嗓子才来开音，所以就是我们寓教于乐，所以我的意思是抛砖引玉，大家回去还可以找你自己喜欢的词啊。再来练这个纯音，快吸快呼的，要唱好这个纯音是吸得很快也吐得很快。再来啊，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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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Just play with the word, play with the word。最后一个字我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爱。I love you, you love me, we love each other。爱，练这个音啊，爱，大爱满满。之所以有这个大爱，我们大家走到一起来互相传授正能量，爱。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我爱你中国，对不对？我们把那种感情带进来。那么我唱两个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很扁的，所以我们不要这个，我爱，看到了，这不好听，我爱。那些歌唱家他们都怎么唱的，圆起来，那么就再把这个口腔打开啊。我爱爱，我爱你中国，爱爱爱，这是扁的，这个扁的不好听，对，爱。但是我平常讲话的时候不会这样，否则不怪怪的吗？我爱你们，不是很怪吗？对，所以这个唱歌的时候，他和说话，他来源于说话，但是他要加一些气。再来把这个字再来一起练一下啊！啊啊啊！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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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丹田的气撑上去，撑上去啊！今天送给了大家三个字，第一个字我们爬楼梯，下面福练纯音，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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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练口腔的共鸣声带，全部拉开啊，福福福福啊，福，爱爱。先，如果是一下练不起来，像打阿奇一样的，把它练好了以后再，我爱。
我们练声趣味练声就到这儿。下面呢，我就把咱们的课堂交给秋风老师。秋风老师，请你带我们一起唱 Sing Along。歌友们、朋友们好，昨天是立春，祝大家 Happy Spring。很有意思的是，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昨天是咱们北美地区的叫 Groundhog Day， 也就是土拨鼠节。很有意思，我看了一点他们介绍，就是说为什么叫土拨鼠节呢？他们就是说通过看，就是说传下来的，就是大家传流传，就是看土拨鼠。昨天那天看土拨鼠，它看它是不是刨洞出来，看它的是不是能看到它钻出来，来预示的今年的春天会不会早来啊？如果呢看到它的影子，如果看到它的洞钻洞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会从现在开始，从昨天开始数到六个星期以后，春天真正春天来了。我非常高兴啊，因为我喜欢种些花种些菜，所以呢现在呢喜欢种花种菜的朋友呢就是开始疫苗了，在我们的在屋里需要啊，因为这个有些个菜呀、需要早一点的疫苗，这样呢到真正的到咱们这夏天比较晚来的，所以呢你让它在屋里长得壮一点啊，出去以后它就不会怕冷了，因为咱们这春天真正的暖和的时候适合种的时候得五月底了，得等到啊。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我们的 Sing a Song。 啊，刚才呢叶子老师带我们去开声练习嗓子。我呢最近呢也是在一直在专注这方面的，就是说这个练声的这方面的，怎么样把声音自己的嗓音就是说训练的就是说更好一点，能控制能力更强一点啊。第一个很重要的，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就是专业的这个唱歌的老师呢都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先让自己放松，特别是你的全身首先放松啊，肩膀放松啊，这样呢才让你呼吸非常均匀啊，然后呢就注意练习让你的这个下巴啊 jaw 它的 jaw 放松 loose your jaw 啊，这样呢你才能把你的口腔打开的很大，就唱歌呢就像我们整个的身体就像一个大的音箱一样啊，让它共鸣的越好呢，你出来的声音就会更好听啊。我呢根据就是说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它有一点的就是说它的音域，上次我讲过了，音域有一点宽，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嗓子能控制从低到高的这种练习啊。我也是在练习我的控制能力，也是在需要在一点点的就把你的嗓音的这个所以呢大家呢都是最好是站着站好，两脚与肩同宽放松，然后肩膀放松啊。我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我们练习一下啊，我们用一把嘴张开啊，把嘴这你的 jaw 你的下巴要放松，然后微微张开，我们开始我现在唱的是从哆啦哩哒哆五个节，哆啦哩哒哆啦啦啦，也就是说，无论是用一还是用妈来唱，就是这是有一点的，就是在没有训练过声乐训练的话，这个去感觉到控制这个有点困难。啊，一点点的每天练习每天练习，去把它练习的更加的就是说控制能力更强。下一个练习呢，我推荐大家练一下断音啊。刚才呢叶子老师其实已经带给大家了啊，断音就是每个音是吐的，因为有些歌词呢有些个欢快的歌曲它是哒哒哒的这种声音，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嗓音，吸足一口气怎么控制来把它断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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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就是怎么让你的空气在你的嗓音出来的时候控制到一个短短的点。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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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我知道我现在唱出来的声音的音准度并不是很准确，所以还得需要练习，练习，再练习。好，这是两个，就是说，练习这个，就是每天练习的一个，我也是刚刚就是说学习到的一些个知识带给大家，跟大家共享。好，我们再回到这个《Sing a Song》这首歌呢，我昨天又仔细的阅读了一下这个，跟着就是说的原版的唱片呢，去读了一下谱子。这个谱子呢，也就我给大家在群里头也发了这两个版本的谱子。这个谱子呢是非常准确的啊，前面那个就是说两篇的那个谱子呢，它的乐谱的记谱呢，有些很多的音的错误和节拍的错误都有。所以呢，如果有些朋友喜欢去阅读谱子的朋友，就是请以这个谱子乐谱去作为标准。但是呢，这个谱子呢，它的歌词有错误，有些歌词它没有完全的正确的去按照这个卡朋特的那个他那个唱的歌词去写的，有些个句子是错误的啊。我告诉大家，好，我们开始来练习这首歌。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好，第一句，我们再来一遍。Sing, one, two, three, sing, sing a song.Sing along, sing out strong. 好，第二句，第一排是一个空白。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好，第二句再来一遍。我得找一下这个音。Sing, okay.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好，第三句接着，第三行的第二小节。Sing,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Don't worry,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好，在这里呢，我给加了一个换气记号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句子很长。Don't worry,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我们在这换一口气。For anyone.Else to hear. 好，我们再从第三行的第二小节。Sing,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好，这是第一段，我们整个都唱完了。啊，这个最比较不好唱的就是刚才 Don't worry, don't worry, that is not good enough.For anyone else to hear. 这里它有一个节奏的地方，注意在换气的地方，大家注意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好，我们把这一块的这个节奏从 Don't worry 这一块我们看一下。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我们再来一遍。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好，我们再从头一起把这首歌，我现在唱的速度比较慢，比他的速度要慢一些啊，因为我们要一开始要把歌词要唱清楚，把节奏搞清楚啊。1, 2, 3 Sing a song Sing along Sing all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好，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呢，啊，这个第二段的它的歌词呢是正确的啊，刚才那个版本的第二段歌词它有错误。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截除 ，Justin sing a song， 然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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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一块我们刚才放那个 video 的时候看到了，这最早是给小朋友的节目哈。这一块小朋友在那很欢快的在那儿做游戏啊。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呢，下面根据这个卡朋特的原版呢，他这一块呢就是第二段的前半部分是小朋友在唱，他唱的是 E 调的。我们试一下第二段，看一下第二段的歌词先 ，sing 一样的 sing。Sing a song, let the world sing along. Sing of good things. Oh, no, sorry. 我唱错了，唱第一段去了。Sing of love there could be. Sing for you and for me.好，就这一段是不一样的，跟第一段歌词。后面卡朋特接着去演唱一样的，跟一段第一段的歌词是完全一样的。啊，现在呢，我现在把这整个这一首歌呢，等于都带给大家怎么去读谱，怎么去就是说反复的这个段的歌词。因为我看网上有卡拉 OK 版的，大家呢可以练好以后可以跟着网上的那个 YouTube 上，你可以你输进去你 sing 啊。这首歌，然后你在后面输上一个卡拉 OK， 它就会出来啊。如果大家有就是说没有找到的话，可以在群里就是说的发给我，我会把链接发给大家。好，下面呢就有叶子老师给大家真正的去把这首歌呢唱起来，好吗？好，谢谢大家。叶子老师，好的。谢谢秋风老师，请他把那个转过来。我想放给大家听这个新的嗓子，没关系。谢谢秋风老师。那么，请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次我还是用了这个版。我觉得咱们边唱还要边了解一下他这个就是整个意思。那么，
这也是练习大家一个记忆力。我个人的分，大家看的啊，开始你可以把前三句分为一个小节。前三句你看哈，前面三个是一样的，基本上第一个 sing a song， 唱歌，对吧？那么它还是第二句 sing out loud， 大声唱。Sing out strong， 好的，我们自己可以去记一下。Sing a song，Sing out loud，Sing out strong。因为它是前面跟个排比句一样的，他们讲英文用中国的语法，看到哈，前面都是一样的 sing， 那么帮我就啊，唱歌，唱大声，然后。Strong 它也是很坚强的意思，那么就是斗志昂扬，这个就把这个歌唱得很有劲，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因为我们学一首歌一般要分这个小节，然后自己好记一些。第二个呢一般我是这样看的啊，那么第一段就讲来唱歌，唱大声，对吧？提高斗，就把这个精神唱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就把它分为另外一个小节，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唱好的事情，不唱坏的事情。看到啊，这里有一个 good, bad, happy, sad. 这个都是你记了 happy， 它的反义词是 sad； 记了 good， 它是 bad。这个帮助我们记忆的话，那么就是说，其实你记忆它有很多记忆法，但是这个是一记反义词啊。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You are good, you're not bad. I'm good, I'm not bad too. Okay, I'm not bad either. 啊，它如果是有个 not 在里面，它就不用吐了啊。这个 sing of happy, not sad. I'm very happy. I'm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guys, with your folks. I'm not sad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my good friends. Okay, yeah.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那么这三句啊可以连在一起。那么接下来 ，sing a song， 这个跟第一句是一样的，一个小节了，两个小节。这个小节是我自己分的，仅供参考啊。下面一个我也把它分一下，两句连在一起。Make the simple to last， 这个 it 代表什么东西啊？代表歌，什么歌？自己随便造都可以。比如说我们讲恭喜发财啊，或者是福寿安康啊，你自己就可以 make a song。那么就是说把这些 make the simple， 但是不要太复杂了，对吧？自己编这首歌很简单，很简单。我天天高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看到就即兴的唱歌本身就是图一个乐，对吧 ？Make the simple， 不要用一些很那个很难的字，那么就 make the simple。那么 simple 大家都知道，简单。咱们古人说了，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大家都记得了。那我自己也记得，对吧？太烦了我也不记得，所以就把唱歌呢唱一些简单的。Make the simple to last 就是持久。This pen lasts long， 这支笔哇我用了这么久 still new， this pen is long。 The watch lasts long， 这是表，很多东西 OK。 The song lasts long。 Our friendship， 我们的友谊 our friendship lasts long， 而不是一会儿就没有了，对吧？ last。 接下来You whole life long. Wow, that is forever. Your whole life long, right? Make the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那么最后我把它两句连在一起，不知道大家应该是看得见啊。Don't worry. I'm not worried. Are you worrying? Don't worry. Don't borrow tomorrow's worry.不能控制的事情咱们不要去 worry， no worry， don't worry。 它这里后面是一个从句，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那么刚才秋风老师这里有个换气的记号。Don't worry, that's not good enough. 那马上就吸口气，对吧？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那么什么意思呢？大家我们都知道。我们说来来来，小李唱一个歌，老刘唱个歌。哦，不行不行不行，啊，我跑调。哦，不行不行，我这个进到歌词，没关系的，因为你唱歌，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唱给人家听，对吧？从自己发自自己的心声，用心去唱，然后呢就娱乐，咱们就图一个这个东西，对吧 ？Don't worry, don't worry。那么他要看好的专业的往里多的去了，对吧？咱们在一块就是图一个乐，都是业余的，都是 volunteer。Don't worry, 如果考虑太多了，那么你肯定一紧张，一紧张就唱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里学以致用，这里在唱，这里歌，这里那么紧张。No, don't worry, don't worry, 对吧？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大家，我会唱，但是我记不到词，这个地方我吐音不准，那个地方，哦， don't worry, don't worry, OK?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good enough。那么还可以换一个词 ，kind enough。Are you kind enough to repeat the sentence？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句话再重复一下？对吧？所以这个 enough 本来我们是平时讲足够的，但是它放在形容词后面，足够好。Long enough。Can you give me long enough？ Long enough sticker？ 你给我一个，对吧？This song is long enough to last 2 minutes. Enough. 其后是 anyone else, 其他人啊、just sing a song.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想就是说是把这首歌咱们一起听一遍，跟到这个一起唱，然后呢，我就看看有没有 volunteer 想练，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把那个手机的歌调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反正现在音频也是关的，自己念一遍，念一遍，自己念一遍啊，真正的念，带着表情的念 ，sing a song。好的，我马上调出来啊，请大家自己念一遍啊。其实也有卡拉 OK 版的啊，那么大家如果可以平时练也可以练，下面我带到大家一起唱一遍，然后我看看有没有 volunteer 可以就是说想来唱啊，大家我唱一遍，如果我把手这样指出去就你们唱啊，就你们自己唱啊，来啊。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ut strong. Sing all good things, not bad.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这个长啊。自己练的时候又可以分两 分段啊，分开。Don't worry， 我们就唱这一点点起啊。Don't worry， don't worry， 来。Sorry， 把 that 连在一起哈。Don't worry that， don't worry that， don't worry that。It's not good enough， it's not good enough。For anyone else to hear,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just sing, just sing.Sing a song, sing a song.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就请那个后台的这些技术老师把这个屏幕给我换一下，这样的话我可以哦，可以看得到。那么有没有 volunteer 自己想念的，或者是举手想唱？或者还有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有的话就举手。哎，我来抛砖引玉，先来一下，好的，给大家。哎，大家再想一想啊，我来先请叶子老师、秋风老师、玛丽老师三位老师指教一下啊，指导一下。好 ，sing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Sing all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哎呀，唱得好。于老师，如果我刚才不是看到你，我不知道是你唱的歌。你现在已经上了一个很大的一档，就是说因为我听你唱戏啊，唱的也，你现在这个英文歌不光是唱准，有一种特别的，非常感谢，唱得非常好。那么可见你是下了很多功夫的。首先呢，谢。是吧，是下了很多功夫吗？是下点功夫听啊，然后记词啊，什么要下很多功夫是。谢谢，你为大家树立了榜样。那么，大家也看到哈，这个就是说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那么下面有没有 volunteer 想念歌词的也可以。如果你说老师，我可以念一下，我也可以念两三句也可以，有没有？因为我想。看一下大家，对的，不一定要唱。那么我看看你这个对这个歌词的理解也可以，有没有？有的去举手。老师，现在有一个了，有一位。好的。把他的声音给他打开吧。OK。好的，谢谢。来，您可以解除您的声音了。叫什么名字？这个
叫 KOKLAN。OK， coming。啊，也好了，已经打开了。嗯哼。好的，那么这位 K 同志或者 K 朋友。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 Wow, marvelous, 非常棒啊！这位老师，我没看到你的那个。Thank you. Yeah, you did a marvelous job. 那么大家看到哈，就是唱歌，我们大家一起到来，能唱也可以，不能唱，把这歌词流利的，对吧？总而言之，到这来学一点新东西，而且互相交流。那么最后给一次机会再来一次，然后我们还要连起来唱，有没有 volunteer 既想唱几句或者是想连起来读怎么样都可以，有没有？因为毕竟是一首新歌，毕竟首先，那么有没有大家 don't be shy。好的，有没有？我再数三下，三。我试试看啊，我唱歌是零基础，我这个英文能唱，我看看声音是不是能唱得上去，叶子老师。好，我试试看。嗯。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Not bad, sing not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no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Just sing a song. Thank you. Great job. 唱得非常好，唱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同学是不是 Helen 啊？ Yes, I'm Helen, I'm here. Okay,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这个我想讲一下，大家如果仔细听了，刚才他有一个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他唱成了 not good enough.这就是一个典范，我不会去纠正它，而且我觉得非常也可以。咱们唱歌，对不对？你看一些有名的歌手，那个就在那遥远的地方，他来变的，把人家王洛宾的那个地方变地方，本来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也不能讲人家唱的不好，对吧？刚才他那个他没有唱 ，Don't worry， 他就讲 Not worry。我好像是这么一个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鼓励大家不要为一两个词去抠，当然我们能够学习人家原版的怎么怎么更好，唱歌就图一个乐。所以刚才这个老师如果唱歌，假如我是评委的话，我会评都会评得很高的，不会因为这个啊，他你看他这个词都没有唱的。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放松唱，对吧？一个词如果记得 sing a song， 哦，下面就记得啦啦啦啦，哎，歌词下面第三句又来记得了 sing out strong， 下面我又记不到了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就达到了我们音乐健身的目的，对不对？否则话你说等一首歌全部记下来，全部唱到百分之百 never happen。所有的歌唱家名演员，你问他哪一部是他最好的电影，哪的他都讲哎呀那个地方我们也唱好。所以我就说鼓励大家 just sing OK， just sing， don't worry OK。 好的，非常感谢刚才那个三位志愿者啊。下面我们大家一起，请大家跟我一起再唱啊，再一起唱啊，来，我再带大家一起唱一遍啊，好不好？来 ，sing a song， 唱
你知道我第二遍我为什么不跟着你们一起唱？大家知道哈，任何学英语它有个叫回音法，这我们也是学英语嘛。回是回家的回，音是音乐的音，就是我唱的时候大家不要唱，因为我们以前我也走过弯路的，就是别的那个广播员在念英语的时候，他前面一个字讲了，我马上就接过去，大脑有记忆，但是你要把别人这句话记来以后，等你自己唱，他会有个回音法。那么我唱的时候你不要唱，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听到我在唱，听到我在唱，我们讲哎呦我要抓紧时间啊，老师唱的时候我也在唱，然后我自己唱的时候我也在唱，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一个学的过程，你在听我的是学，然后自己唱是一个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对吧？好的，那么下面我再来啊，来 sing 听啊，我唱你听 sing a song。Sing out loud,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哈，我忘记讲了，大家有的时候我这也跟念诗跟咱们中文一样的，如果放在同样的那个，看好这一句你们听听哈， sing a strong, sing of love, sing of, sorry, good things not bad, 如果 good things not bad 同样重的话不好听的，Good thing, not bad. 你看，可以这样来一下啊。Good thing, not bad. 这里你看，就把一个好的事情往上拖了一下。Bad thing, sing of good thing, not bad. 好的，这打了一个岔啊，因为大家学的那么认真，我也想分享每一点一滴。下面啊。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这里吸口气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这个长啊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哎呦，我看到一个那个温馨的画面，那个汤姆斯和你的那个 Dear 两个人在一起那么认真的学唱歌，你说这是最美的一幅画啊，这是最美的 Sing together, love each other, awesome, awesome, 向你致敬，非常好，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的主席叫我留一点时间，他有指示要做，那么请大家听听主席的讲话，然后我后面有一个通知和大家接下来的一些唱歌的一些事项，好吧？那么大家你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做一做操。主席，现在听你讲吧，李主席。啊，叶子老师，好，稍等一下，稍等。这个叶子老师先休息一下，没很辛苦。我也什么也什么没有什么指示啊，只是说每次咱每一次活动呢，我们就是中心也交代一些这些重要的事情。今天呢主要谈主要讲两个啊，也就几分钟时间。哎，这个因为接下来也很重要，是中心现在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些就是每周吧，我们都会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给大家讲。
这一个就是还是例行的啊，就是说咱这个群呢、啊、好多朋友这个参加的朋友可能不在这个群里边，这个群内已经300人了，这个就是说不能扫码了，现在就是说呢，就是还是例行，就大家呢就是刚到了新的朋友不在这群里边的，这个加一下中心的二维码，然后拉你进群，你声明一定要声明，你说我要进学唱英语歌这个群，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扫一下码啊，就是不在这群里边的，就是你扫这个中心的二维码，你声明一下你要进学唱英文歌这个这个群。当然说你扫了这码以后，这个呢希望这个二维码大家都保存一下，这个进中心的所有的活动的群都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来进这个中心的群，这个大家给个时间大家扫一下。再过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周除了上一周呢，这个我们就是2月27号我们截止了，就是像就是我们这个中心的志愿者啊，这个当然包括我们这个所有的啊，就不管跟中心做了多少工作的这个志愿者，就是我们中心志愿者的名义向全国人民拜年。这个活动呢第一阶段27号已经告一段落，我们这活动会持续到这个是这个元宵节，持续到元宵节。这里边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所以说这个你现在作为这样你要拍个视频，现在也不限你在室外在哪里，你在家也行，你在室外你当然有地标建筑更好，反正是保证安全吧，因为疫情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个你拍一下，需要进群呢，你就在这边声明，你说我们有个活动群也满200人的，你说我要进这个群，这里边呢有这个中心的技术人员呢，就这个主管这个活动呢，都在里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然后把这个二维码撤掉啊，这撤掉以后呢，我把这个现在一个提交视频群，就是你拍照视频以后呢，有一个提交视频这个群，你可以现在还可以扫码，你可以进一下，我把这个二维码给大家放一下啊。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这个还能扫啊。大家就是拍了视频以后呢，这个提交，就是25秒左右。我上一次讲过了，这个我不再多说。最后呢，我就讲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就是聊天室，就是中心的这个。聊天室是一个有一个聊天室一个群，去年5月份都有了，中间我们还聊了一段时间天，就说在直播间，后来的中心忙了以后呢也没有，但是从这周开始呢，我们考虑要把这个工作还继续启动，因为啥呢，聊天呢也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确确实实需要有一个发泄啊，有一个聊一个交流的一个空间，当时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去做了，所以说现在呢，尤其是现在，你看加拿大现在疫情还是这个状态还不是很乐观，对吧？我们现在你像魁省这边还在宵禁状态，说大家的居家呢都会有一些心理上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提供这个平台，有时间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聊聊天啊，当然这个直播间是在我们没有活动的情况下。中间还有空的时间，我们是在大家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休息时间，我们是不聊天的，就是晚上9点或者9点半以后或者10点以后，我们是关闭的，早上是6点40我们开直播，这个就是6点40到可以到晚上的7-8点钟吧，这个时间只要有空闲大家都可以上来，当然上直播间的时候你要先进群嘛，通知你就是或者有时间都可以上来，你多少人都可以聊天呢，甚至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你说我现在到中心这个活动一周70多场活动，你我要进想进哪个群呢，没问题，你都可以给你拉进去，或者是我对这个微信不太了解，我对现在这个直播间这个我也不太了解，我连举手都不会举手，那我们教你举手都行了，就是方方面面都可以，甚至你没事你可以聊出你自己的故事都行，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人人都可以做主持人的啊，这个一个活动。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把这个聊天室呢，我用了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都讲完了，
然后最后一点是，我把这对我把这个聊天室这个二维码呢，还可以扫码啊，大家呢可以进这个群聊天室啊，进这个群。大家给大家一个半分钟时间扫一下码。然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去年的8月15号，我们原来中心是全年无休的，就从去年的8月15号呢。我们开始过节了，我们要休息天，给大家志愿者啊，尤其老师很辛苦，给那一天给休息时间，就是说有些可能有些正好那一天有课他可以休息，那有些呢还是休息不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是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去年元月25号到现在，我们可能休息了5天时间，这个包括元的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休息了2天，这次春节呢，我们就考虑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还有加拿大的这个节日。我们休息啊、休息1天或者2天，像大的活动，像这个圣诞节，这一般都是我们都休息2天，或者春节休息2天，春节也是2天，周四下一周四，也就12月11号，大年30和初一，我们休息2天，这2天呢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关闭。当然说这早上呢有一个早读，还有一个我们的八段锦，我们还要召开，这里边呢我们加班就行了，这个也就是这个我们加班，大家声明一下。好了，我撤掉，再耽误大家一段时间啊。那个谁，叶子老师，你就开始继续吧。好的，好的，谢谢。我回来了，大家，你们好。大家看，过年了，我回来了。大家看，我记得是什么？这是扭秧歌的啊。那么马上我们就要过新年了，大家都看到我们那个学唱英文歌。这个已经有25个，这个就是说是节目。那么我的宗旨，人人是演员，人人是观众。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这个结束了以后呢，就是请那些表演的那些演员留下来，我们有具体的商量。但是 ，big but， 但是啊，就是下个星期10号。前段时间是那些报了名的演员朋友唱歌，但是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朋友藏龙卧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表演的绝技。那么就是正式的演完了以后，前面一段一般的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控制每个歌都要2分钟。我知道肯定有很多忍痛割爱的，包括我自己的歌就是要卡，这个有一个规则。那么这样的话，短小精悍 ，short and sweet。完了以后呢，就是咱们这些观众不要去受英文歌这个限制，你自己愿意跳 ，sol la do la do， 或者是你说我想唱一个什么中文歌也可以，同样也是只需2分钟。那么我再讲一遍。下个星期前面一段时间是咱们已经安排好了，这些演员就按那个表会唱，待会我们另外开会。那么大家如果想庆祝新年的，其他的忙的人你走了没关系，我叶子作为你的好朋友，我会一直在看你表演到最后。当然我们的时间有限，也就是说12点半以后有课，这是指下个星期。那么就说再重复一遍，前面是正式的报了名唱英文歌的，后面大家也可以来喜庆，用你自己的方式，每个人2分钟。我为什么提早讲啊？我们还有一个星期，愿意表演的，到时候我们一块乐。好的，今天的课我就上到这儿，因为接下来那些要表演的老师，我们要开一个会。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见。 Thank you very much. Happy every day.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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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开会唱歌的老师，那些25位老师请你留下来，原则上没有什么事的朋友可以离开，但是 nothing secret， 也没有什么秘密，如果愿意听的你愿意在这里， why not？ 我们也欢迎。